啷个样？那个地方还不错吧？迅哥，哎，我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？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不要说重庆话。啷个不能说重庆话？我都是重庆人嘛。那要是你说重庆话的话，别人就知道我们是外地人了，就要欺负我们了。而且你之前是不是答应过的？好，说普通话。迅哥啊，啊啊！哎，服务员。小姐，请问你有什么吩咐？为啥体我是白事？人家是赚柠檬丝呢？哦，不好意思啊，搿是要单独收费的，那搿是团购套餐，里向头没搿样啊。哪有搿能介道理啦？搿人家店子里向侪是免费的柠檬丝嘛？不好意思啊，小姐，阿拉搿搭是没免费的。哎，哪可能呢？好了好了，小姐小姐，这外面下着雨，天这么凉，你喝什么冰水啊？我喜欢，你闭嘴。侬要搿能介闲话，叫经理了。哎，好，哪有搿能介事体啦？为啥你？那就点一杯冰柠檬水。那要另付22元。这么贵啊？不好意思啊，西桑，这里只有21元，还差1元。小姐，您稍等。玩具。哎，这怪儿怎么了？魂被勾走了。哎，是谁啊？还能有谁？姑娘呗，不知道叫什么，不知道哪个学校的，联系方式都没有。哪个姑娘魅力这么大、啊？不是，小雨，你碰到仙女了？哎，放开！走！哎呦，哎呦，这龟儿子发情了！哎，你跟我们分享一下，你的女神长什么样？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。来了！哎，还挺快。嗨，我这不是想你了吗？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同学管超。来，坐坐坐坐。你电话里跟我说那事儿啊，我琢磨了一下，哎，我觉得要是光挣点场地费啊，这事儿我就没兴趣了。啊？不，真哥，为啥子？为啥子有钱你不赚？钱太少，我这是酒吧，酒吧干嘛的呀？卖酒的呀。你卖门票，你卖酒水，我就收个场地费。小伙子，这算盘你也太会打了吧，战哥，我们就是穷学生，赚点零花钱。嗯，你们都赚了，我赚什么呀？我们能给你带来人气啊，是吧？你看你这现在都没人。哎，你会说话吗？我不是人吗？啊，不不不，战哥，你看这样行不行啊？酒呢还是你来卖，我们卖点饮料，好不好？我提的建议啊，如果你不同意，这事儿就算了。不不不不，同意同意，同意同意。嗯。又去找女神了吧？啊，还是没结果。哎，宇哥，上次咱们说那个联谊会那事儿，还能不能啊？我等的花都谢了。就是啊，鱼月吧那边我都谈好了，虽然不能自带酒水，但是他可以给我们打很多的折啊。我也在想这个问题，现在最重要的呢是要给我们这个联谊会起一个好听的名字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哎，
得紧那种特别洋气，你知道吗？倍儿怀神那种。约炮联盟，怎么这么粗俗呢？我开玩笑的嘛。你觉得交友派对行吗？交友派对，意思是对，还是不够 fashion。嗯，我一直想传达给大家一个什么概念？你看现在所有人，都沉迷于电脑啊、手机啊，在这个网络的虚拟的世界里出不来。那我想要做的这个事情呢，就是想把大家从这个虚拟的世界里面带出来，非常真诚的、用心的面对面去交流。对，说的对，有道理。面对面是我们的核心，英文怎么说呢 ？Face to face。要不然，这个联谊会的名字直接就叫 Face Party。Face Party。Face Party。洋气，一听就好耍。哎，这个非常不错，我觉得特别好。哎，这名太逼格太高。哎，我哥真的，哥给你看手机啊，真的，真的，我终于有点大展身手了，知道吗？让我的雄性荷尔蒙尽情的释放，让我的小钢棒造福我未来的女神。是这行的啊，我也觉得不错啊。那等会儿呢，我就要开始做宣传帖，你们都帮着我转一下。我会在微博、微信群、QQ， 还有现在刚刚兴起的那个朋友圈，我会在上面都发。你们就帮我转发就好了。要的。哎，我让我所有谢克农的会员一起帮忙转。啊，对，这城那帮臭小子，让他们挨个都转。一会儿我给学校公示栏我也贴上，啊，还有附近哪个学校，大学、高中、初中、幼儿园全得贴上。行，那我就发动我所有校外的朋友一起转发，好吧？好，那咱们。牛逼！牛逼！来，成功！牛逼！Have you feel frustrated time to time? You really want to give up and stop trying?同学们有些时候是不是会觉得特别想放弃啊？觉得反正拼爹也拼不过别人，颜值也没有别人高，干嘛那么努力呢？如果你想放弃的时候，今天我们来学一句话，记住，这句话就是 Hew out of the mountain of despair, a stone of hope。在这里 ，hew 是个动词，它是劈开的意思，而 mountain of despair 指的是困得遭无助啊。他讲课就像念经，震得我脑壳疼。没错，不是，太困了，太困。这句话意思啊，其实就是绝望中寻找希望，人生终将辉煌。想想办法，不要让他发现。我们每一分钟都要努力学习，这样将来啊，你赚的钱都可以拿麻袋装哈。但如果你现在不努力，将来你说不定要绝望的要去抢银行啊！要抢银行，各位要好好努力。Attention, everybody！ 我讲的这么累，你们怎么都不听呢？啊，你们觉得无聊是吗？好，好，我们来一段对话练习哈。我现在找人上来跟我对话练习，用英文。哎，那，谢逊，嗯，叫你呢，过来，过来，给我过来。Get your ass here! Come on， 过来。过来，赶紧的，简直是个真好。Teacher，你让我演傻子吗？就你这德行，你就演个抢银行的啊？我们来个对话练习。我是银行的柜员，你是抢银行的。注意啊，对话要用英文 ，English， you know。你干什么？还算有点脑子啊，准备啊，3, 2, 1，Action！ 不 ，I'm a bad guy， very very bad， give you mother， will kill you。My what? My mother? What? Are you sure? Yes， I like your mother。你给我滚回去！滚！爹，三妈呀！哇，你疯了吧你？咋？说！要不要？不。一个五。二。这么大牌。不，没事吧？行，打牌。我
这牌太好了。不玩了。嗯，赖不赖吧？每回都，哎，两把没了。哎，气死我了！昨晚脑壳有问题啊。哎，春儿，刚才嘛去了你？戏剧社排练。哦，见到下星辰了。嘿嘿嘿，然后呢？散步了。可以啊。牵手没的。嗯。一点接触都没有。他摸我头了。那请问，他摸的是哪个头啊？那就对了，这次他摸你的头，下次你摸他的脸，多高兴！该碰的不该碰的都碰了，你们也就算了。